一点比例较准的啦。啊！二仔比钱歹成，我是一边啊，阿爸未够叫的。哦，你咧够啊？二十二分。哦，一分，我因为要写二十的，迄计件尔，所以常常会记了。不出力。太不安尼了。哦，出力哦。那是阿管家啊。我一分。哦，我应该写这个啦，我应该写这个五十分的啦。啊，咱是要交接啊，是要搁最后一届，你已经输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已经写了。现在在玩。我昨天是你会丢啦。我最近看了什么？哎呦！哦，也蛮。一分呐、啊。好啦好啦。那咁好。八分呢？八分，你是怪异。哈哈哈！我承认我输了，你会丢。哈哈哈！OK OK OK。